想吃你。什么声音啊？你老婆回来了？不会的，我老婆出差了，明天才回来。 怎么要这么久啊，老婆？有话好好说，你千万不能放下，老婆。 最新作品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出轨必死》的精彩片段，我们的苏老师呢可以说是我们编剧界的顶流了。那这也是我们苏老师跟他的御用男主角张宏晓生张叔恒先生的第四次合作了。为什么这一次依旧选择了我们的张老师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张老师是我的老公，不用白不用。<笑> 开玩笑的，张老师除了是我的老公之外，还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演员。他是我合作过的演员里面最懂我的演员，我非常感谢你。我要感谢我的老婆苏黎女士对我的帮助和信任，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你永远是我的男主角。 老婆，你叫好了。你干什么？舒恒哥，我们好像不太熟，你还是叫我张舒恒吧。舒恒哥。
我们马上就要在一起拍戏几个月，现在不熟，以后也会熟的。舒恒哥，我真的好喜欢你，你完完全全符合我对理想型的所有要求。请注意你的形象，我已经结婚了。我知道，但是我不介意。舒恒哥，我不在意名字。干什么？你注意你的形象。我真的好喜欢你，不要拒绝我吗？老婆，这是个误会。我都知道了。刷新了人类道德底线的最大尺度。从今天起，你不再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凭什么？你不过是个编剧而已，凭什么决定我的去留？你知道我是谁的人吗？孙总吧，带资进组很了不起是吧？我告诉你，这部戏我说了算，我让你滚，你就得团成圈，圆润的离开。好，我现在就给孙总打电话。孙总，我苏黎，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娜娜走；第二，你们公司的资金跟娜娜一起走，你选哪个？厉害啊！孙总，啊，为什么？知道你不喜欢吃葱姜，最近学了一个新的去腥方法，一会儿你试试。会做饭，长得帅，会也行。你老公怎么这么完美啊？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当然有啊，我就没有老婆这么会夸人。嗯，你不会夸人吗？对呀，你向我求婚的时候都把我给夸懵了，你当时说什么来着？从见你第一面开始，我就知道我们将会牵绊一生，你会是我这一生的挚爱，就像月亮的引力一样，人与人的相遇也是有引力的，你和我的相遇便是这命中注定的引力，让我们彼此相伴，携手走过以后的人生。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成为这世界上第二幸福的人吗？为什么是第二幸福呀？因为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老公，嗯，你会后悔吗？这么快就和我结婚了？你现在可是越来越有魅力了，身边围绕你的小姑娘越来越多了。我怎么会后悔呢？现在不就有个小姑娘像八爪鱼一样围着我吗？八爪鱼？嗯，谁是八爪鱼？八爪鱼是我是吗？嗯，八爪鱼。
说好不吃蛋黄的吗？新戏就要开机了，导演说你要控制饮食，这胆固醇多高啊！我吃都吃了，你这在减吧？嗯，好好好，我不吃了，行吗？老公，我昨天晚上上洗手间的时候，看到你手机亮了，这么晚了，谁给你发消息啊？是吴总。他大半夜跟我说，他想我了，要一块喝酒。吴总，什么时候跟他关系这么熟啊？我上部戏跟他们公司合作宣发，不约过几次饭吗？好了，我给您看一下啊。你看，我也是早上才看到的。吴总他说话就这样，我对他真是无语了。我下次见了他之后啊，我一定好好说说他。大半夜不许打扰我。果然，男人不擅长准备惊喜。难道是买错了？女主定了没有？哎，刚刚试的都不太行。这位是？哦，这是我们公司新人 Cindy， 我们之前合作过，戏还不错，要不让她试试？舒涵哥，你过奖了，跟你的演技相比，我还差着远呢。作为新人已经不错了。老婆，老婆，老婆，啊！想什么呢？那就让他过段时间来试戏吧。来吧，穿点什么？一会儿你去买点什么咖啡、奶茶之类的。现场工作人员那么辛苦，还有他那头发。苏大编剧，辛苦啦！刚刚，歇一下，来看老公的。我说你们俩公婆真是腻了哈，跟连体婴儿一样。这认识我的知道我是个经纪人，不认识我的还以为我是专门吃狗粮的呢。哎呦，你这酸的哟！大学就认识你。你呀，重色轻友的属性就差刻在脑门上喽。嗯，不过世事难料，外面诱惑这么多。哎，我说你不会还怀疑、担心你们家老张吧？你知道公司人都叫他什么吗？什么？当代活唐僧。你们在聊什么呢？这么开心？我这说你是什么难得学院优秀毕业生是吧？那我下班了。你们俩好好聊，拜拜。拜拜。青年影视人才最佳编剧奖是苏黎，恭喜。
一会儿他就请我吃饭，那我得给你当一个最佳吃货，好吧？莹莹，张总，我们公司呢，正准备啊投拍一部戏，投资1亿呢。雨衣还没定，不过这部戏的尺度倒是有点大，不知道莹莹愿不愿意为艺术献身呢？以后啊，就叫哥哥，兄妹之间要多亲多近嘛。真是不要脸！有些人仗着自己有点钱就想为所欲为，这些中年油腻男真是恶心，你说是不是啊，张哥哥？干什么？我想着我跟莹莹年纪相仿，理应跟她一样叫你一声哥哥。你不是说了吗？兄妹之间就应该亲近一点，那拍拍屁股应该没什么。哎，我刚才跟你们说的，我那个戏里面有个角色特别适合张哥哥，饰演一个不要脸的渣男。你，我是说你不要脸的，我的意思是，不要脸的都长得这样。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不知道这瓶小小的香水能不能够驱除你身上的渣男味，失陪了。以后啊，咱遇到这种人，就是要像我一样硬气一点。你就算害怕，装也要装，直接给他演。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那我也得有你那样的资本才能硬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今年还没进过组呢。去年啊，唯一一部戏我就是演个大反派，差点没被观众给骂死。工作机会都这么少了，我哪还敢得罪大佬啊？你别灰心啊，黑红也是红啊，观众看进去了说明什么？说明你演技好吗？你那段恐怖戏我觉得处理得好好啊，非常的有层次。伤心不久一百天哪儿那么容易好。张导，王总，苏黎。苏黎啊，你真是大忙人呐，每次约你都没空。哎呀，我就瞎忙。这样下周我来组好不好？好啊。对对，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闺蜜陈莹莹，也是名非常好的演员，刚刚还在播她的戏呢，收视率特别好。以后要有什么好戏的话，记得推荐推荐我们。王总，张导，我是陈莹莹，方不方便加个微信？行啊，苏黎的朋友嘛，就是我们的朋友。来，加。好。你们家吴总今天没跟你一起来？我老公啊，上个月月底出车祸，腿骨折了，这不是这段时间天天在家休养呢。骨折了？是啊。你说他也是够倒霉的，是吴总，他大半夜跟我说他想我了，要一块喝酒。这一个大男人天天在床上躺着，多难受。想不到你认识张导，苏黎，苏黎，嗯，你刚说什么？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我发现张双跟我说谎。什么谎？你不会怀疑他出轨了吧？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你这是职业病，疑神疑鬼的。就连我这个跟你老公完全不熟的人，我都知道他有多爱你。眼里啊，就你一个人，他出现的地方啊，那可不是。千山母鸟飞绝，万径啊女人踪变，不可能会出轨的。你怎么这么夸张？就这停吧。没有，我送你进去吗？算了吧，你这满车子恋爱的酸臭味。我不行了，欺负我男朋友不在啊。啊，说起你男朋友，你都谈这么久了，我都还没见过，真有点说不过去。他太忙了，经常不在国内。下次吧，下次一定带他见你。走了啊，小心开车啊。嗯，来。
下走吧。老婆，对不起啊，让你久等了。我刚临时开了个会，没来得及跟你说。正式去开会吗？嗯。开会需要喷这么香的香水吗？香水我每天都喷的。你常用的香水持香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前调小豆蔻，中调广藿香和香根草，尾调苔藓琥珀。你自己闻一闻你身上的味道，全都是小豆蔻的味道，肯定是临回家前喷了大量的香水啊。你到底在掩盖些什么？你是不是出轨了？真的在开会啊，开会的时候他们都抽烟，我知道你不想闻烟味儿。那你要是不信你就去问问他们。问吴总吗？就是。巧了，我今天回来的时候就碰到吴总的老婆了。他跟我说吴总摔断了腿，近段时间都在家里休养。麻烦你下次撒谎之前能不能跟你的兄弟对好口供啊。干嘛？接，看免提。树恒啊，刚刚开会的时候，你这名贵的打火机啊，落在我这儿了。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呢，下次咱们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啊。好嘞，吴总，下次见面的时候给我吧，拜拜。行了吧，全部按你要求做的，根本来不及对口供，这回你总该相信我了吧？对不起啊，是我想多了。老婆，你那疑神疑鬼什么啊？我的行程经纪人都同步给你了，在你面前我几乎没有秘密可言，到底想怎么样呢？难道我在你心里面只是个满口谎言的人？哎呀，对不起嘛，对不起。哦，我知道错了，可能是我最近写剧本写的太多戏了。嗯，原谅我好不好？那就看你的表现了。我刚做了一个5.5亿的古装项目，哎，你这个小项目没问题的啊！好了，毛毛雨，拜拜。终于打完电话了，吴总。这位是吴总，吴总，这是我们公司艺人 Cindy。吴总，接下来大名。哎呀，你好 ，Cindy。加个微信吧。哎，加个微信，加个微信。坐下，坐下。吴总，您。哎，好嘞，好嘞。张涛，把杯子来擦一擦。好，辛苦了。老婆，今天怎么样啊？来吧，两位，看一下镜头。拍视频啊？名著最恩爱夫妻。姐，你们先回家吗？我老公着急叫我回家。那怎么能行呢？不是说好一会儿你负责送大家回家吗？助理这工作本来就是24小时待命的，居然让我理解一下吧。
没事儿，刚刚回去吧。今天都是自己人，指不定喝到几点呢，他就随意一点嘛。行吧，那既然苏大编剧都发话，那臣遵旨就是了。这苏丽姐，谢谢苏丽姐，客气，走吧。谢谢姐，我先走了。先回去一下，要是赶不及我就不回来吃饭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物业给我打电话说我家可能漏水了，我得回去看看。严重吗？好像有点。要不你等一下，说好说好，别弄了别弄了。你这样，怎么莹莹他们家漏水了，你陪她回家一下吧，一个女孩子不方便。那你一个人行吗？那没多少活了，我可以的。快去快回啊，等你们开饭。好嘞，那我们先过去。好，我去拿个衣服。吴啊，这次要不是亏了你，不掉层马甲也得掉层皮啊。小事情，我们男人之间就是要互相帮助，共同抵御家里的不劳。没问题。我敬请二位。敬我们什么呀？看到你们恩爱夫妻，让我又重新相信了爱情。那我也恭喜吴总，腿这么快就好了。谢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吃点，老婆，你也多吃。苏丽姐，家里有没有气泡水啊？我酒量不是很好，没有姐姐们这么厉害。有，我去给你拿。谢谢。我敬你一个。好，今天喝的开心啊！喝的不醉不归啊！好。来来，大家一起吧，我们一起吧，没问题。敬你吴总一个，吴总手里面项目多。
先别吵醒他，这场好戏不能不参加，一切虚情假意让我觉得无比廉价，你编造谎话我不会继续犯傻，清醒吧，我们做不成爱人还能继续做冤家，可是生活就是这么千变万化，所有越稳定的就越容易崩塌，你擅长创造游戏而我乐意做玩家，就当是给你一份最甜蜜的报答。亲爱的你不要害怕，你看没看过烟花灿烂后什么都不剩下，美丽的景色谁都不会想去辨别真假，正如最危险的路上也许开满鲜花，不管千方百计策划也总会有偏差，所有自以为战无不胜的经历都是笑话，喜欢踩在两条船上不如看看脚下，究竟是爱河还是不见你的悬崖。